你也醒了？对耶，哎呦，我太兴奋了，其实我根本没有睡着，我很期待下午的课。对呀，手作课，不知道今天会上什么课哎，我好期待哦。各位同学，起床了，起床了，要上课了。哎，早了，哎，哎哎哎。阿明，你可不可以小声一点啊？对啊，阿明，你下次叫大家温柔一点嘛。对不起，我会好好的改进的。那我噔噔噔噔，各位同学，现在即将要上课了，赶快起床，准备好自己。噔噔噔。阿宁的广播，可是我还是没有听到要上什么课。大叔，等一下要上什么课啊？等一下要上手作课啊！哎，我超期待的，一个礼拜就只有一堂的手作课，不知道老师今天会教我们什么。同学们好，老师好。哇，老师你提那两袋，该不会是今天要送我们的玩具吧？真的吗？这个是今天手作课程的材料。我们今天呢要用铁锤跟钉子做小木盒。耶！可以咚咚咚，干干干干，乒乒乓乓。老师，我不喜欢做木盒类的手作。不喜欢也没有关系，我们今天还要做另外一个，就是编织小袋。耶！编织我可以，编织我可以。编织你可以哦。老师可是。编织我不可以，男生就应该要做小木盒，编织是女生在做的。阿明，你这么说就不对了，编织女生可以做，男生当然也可以做啊。是吗？是啊，阿明，女生呢当然也可以做木盒啊，男生也可以做编织啊。可是你们想象一下那个画面。慈母手中线，游子身上衣。看到男生做这么小指头翘起来，然后编织衣服，不觉得那个画面很不和谐吗？男生就应该要做 man 的木盒，女生就应该要慈母手中线，做编织或者是做缝纫的东西才对。没有没有，不是这样子的。就有就是这样。不是，好了好了，两位，不然这样好了，我们在开始做之前，先来玩猜一猜的游戏好了。你们来看这个小木盒，做得很好吧？哦，很可爱，很精致哎，老师。待会的作品啊，我就要以你的这个为范本，哦，做得一样漂亮。阿宁很棒哦，那你们再猜猜看，这是谁做的呢？我知道。这个呢，就是每次去买材料包的时候，老板就是会先做好在旁边，就老板做的啊。嗯，很可惜，可是这个不是老板做的，这是某一位老师做的哦。嗯，给你们一点提示好了，你们猜猜看是蓝老师做的还是吕老师做的呢？我猜是蓝老师做的。绝对是蓝老师做的啊。不过是哪一位男老师做的？我们学校男老师很少。对啊，蓝老师就是我呀，我姓蓝，大家叫我蓝老师呀。哦，原来是蓝老师做的小木盒，不是男老师做的小木盒。阿宁，你怎么连蓝老师跟男老师都分不清楚啊？你是不是要去测验一下你的听力？我才不需要测验我听力，我听力好得很，我只是不小心听错了而已。好好，各位同学不要激动，那我们再猜猜看哦，这个编织小袋是哪一位老师做的呢？这么漂亮，绝对是女老师做的。阿妮，你要发音标准，是吕老师，隔壁班的男老师姓吕，双口吕的吕，吕老师。哎呀，原来是吕老师做的编织袋，不是女老师做的编织袋。没错，阿妮，我跟你说，蓝老师是女老师，吕老师是男老师，他们一个做编织袋，一个做手工木盒。而且你们看这个编织袋也做得很小巧很可爱，对不对？嗯，所以啊，吕老师的手非常的巧哦，可是我的手就没有像吕老师这样，但是啊，我很会敲敲打打，所以呢，蓝老师就选择做小木盒啦。哇，是这样啊，老师，但我觉得你的木盒也做得很好看耶。对啊，谢谢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我们就要请同学选择你们要做木盒或者是编织袋，我们今天就不分男生跟女生咯。嗯，好。
如果想要做编织的话，坐前面这一排；想要做木盒的话，去坐后面那一排。小福龙，一起去。我们是敲敲打打，敲敲打打。完了，好，那我来找。我们一起啦。对啊。我想说那边怎么在这里？你怎么在这里吧？没尾了。对啊，其实阿妮，你为什么突然改要做编织啊？你原本不是要做木盒吗？对啊，虽然男生可以叮叮咚咚、乒乒锵锵、乒乒乓乓这样打，但是我觉得编织哦，我可以或许做一个很棒的编织袋送给我爸爸妈妈。哦，好像还不错哎，不错吧？小红，你刚刚不是要做木盒吗？哦，我跟你们说，我两者兼具，但是呢，因为我不想离开我的座位，我就选择了做编织。还是因为这个原因啊？没错。好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们就不分男生女生，选自己喜欢的，把作品做到最好最完美就可以了。好。好，那么请小航帮我发下去。好。那这边请呱呱帮我发下去，绿色，啊，锤子我帮你们拿好了，锤子比较重一点，你们要小心啊。可以啦，老师，我们可以的。棒棒的，好，板子，我们一起做个大木盒。好，我要负责敲。好，把这个敲上去。好，那个钉子尖尖的，你们要小心注意安全。钉子一个。啊，编织这边也要注意安全啊。好，知道了，老师。对啊，哎，真的可以这样子哎，叮叮咚咚，叮叮锵锵，乒乒锵锵。我来这个看看。哎，不要玩，小心一点。可以，小心一点。好好好，再试一个，再试一个。你盯好，盯好。哦，哎，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。怎么样？小福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差一点点而已，没有敲打，没有敲打。哦，我来好了，我来好了，我来好了。做这个要专心一点，因为这个危险性比较高一点点，好吗？好，慢慢来。好，那你们慢慢做，任何问题马上叫老师哦。阿妮，专心，专心。编织品哦，好好好好好好。阿妮，你确定你会吗？我不太会耶。好了，你专心看我。好，好，仔细看喽。我们呢是先在小木盒这边套两圈之后，长绕过来，这样子说。看我的手，不是我的脸。早说嘛，别专心。就是呢，在小木盒这边套两圈之后。把毛线往后伸，之后往前用两个指。哎，阿妮，嗯 ，Hello。哦，太近了，脚这边都接。好，我们身体往后看，拉远点，拉远点。好，两个圈圈套进去之后，好，然后拉过来，转过来，捏住，慢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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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再走，两个圈圈。对对对对，拉过来，拉过来，套进去。捏住，你手真的好巧哦，大树。不是，难怪你这么喜欢编织。等一下，我们就可以一起做很厉害的小包包了。对，好，那再来呢？哎，小红到这里啦。怎么了吗？哎，你有套两圈吗？哎，错了吗？哎，你对了耶。我对了。好，那再来呢？我们就继续套圈圈。好，在手指这边绕啊，绕啊，绕。对，就是要这样绕着手指头。但是下一个步骤我就不会了。老师，老师，你可以教我们一下吗？下一个动作是什么？可是老师他在，不是叮叮咚咚吗？还是我们换到啊？没关系，我去请隔壁吕老师过来。那你先过来。想要看到妈妈镜子台最新最快的官方影音吗？记得按下订阅，还有旁边的小铃铛。如果喜欢的话，记得按赞留言，这样子就可以随时随地收看到我们猫猫亲子台精彩的影音哦。订阅、小铃铛、留言、按个赞。